但是抽奖奖品精华影片等着。好，我先抽十张香囊好不好？我播给你看，你最好不要让我看到我不想看到的东西。好啊，没差啊，就这样子真的没关系。我会很在意吗，莱恩士？啊，我很在意吗？这个是沙区的，这一只要靠自己抽吧。抽你老布了！现在想看我化身为疯狗是不是？我先抽一颗名牌戒指，麦格林贝勒斯。讲认真的，我也很想抽到啊。他就抽不到没，三万那一只，三那只收到了，三是三，幼魔的复仇，那天夜晚的回忆，有哦。但是我问你们哦，我看起来像是帮人家做嫁妆的人吗？曾经灿烂的那天发夹，不好看，怎么又是幼魔？一事无成，才刚抽而已，可不可以对我有点信心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曾经辉煌，哎，这个好看的吧？哎，是不是除了那两颗戒指以外都是垃圾啊？可以这样讲吗？哎，这个好看的哎，美好的那天，这个好看的，干这个超好看。最后一只用抽的，用收的会很难洗到，抽不到啦。可是你要论价格来讲，应该只有那两个有料而已，应该只有那两个，那两颗有料而已。就名牌和恐怖的心愿，名牌和聊天戒指，僵尸的咚咚，僵尸切，僵尸的夜，恐怖哎。靠，要同一顶僵尸的夜夜僵尸翅扇子，有人卖800到1000哦，武器是不是真假？可是我觉得如果那个戒指，我记得这个好像蛮贵的哎，这一只很好看哎，我觉得应该有价格吧。这个破布娃娃，你最缺 AUT 了，那确实。曾经辉煌的那天面具，曾经灿烂的那天发夹，有没有可能说我他妈卡包抽不到，然后戒指也抽不到，然后再回去抽苹果，连天上也抽不到，然后我一整天好像就跟没开台一样？哎，对啊，我们应该去露西达那边抽啊，我们在想什么？然后坐我们的那个椅子，破布娃娃椅子，完美。拉希尔，僵尸的咚咚，僵尸切，僵尸的，有了！我操！再看吧，我不是一事无成，结束。我还是可以的嘛。名牌戒指 ANI 爽啊，好好看欸，这个你们不抽怎么跟爸妈解释？比那个圣天使好看多了，没错。再抽到一颗精华影片，我抽，欸，这好看的，欸，新幸福梦中的破布娃娃套服，这好看的，欸，好，没有正抽，还是去抽傲天怪怪啊，傲天怪怪啊。曾经辉煌的我们，再一颗就好，我不贪心，再一颗就好。那天夜晚的回忆，干，你要给我那个垃圾装，你不如给我 AUT 好了，我抽了还比较高兴一点，爽啊！哎，又是破布娃娃套服，爽啊！但是没想到居然不用用收的，还有人说什么，嘿，主播是不是要用收的了？什么东西我会需要用收的？啊 ，cover 啊！新梦中破布娃娃法式一整套下来是不是？其实不难看，这一套可以染。哎呀，我还没抽到那个哎，哎，这啊这可以染吗？这个也可以染，我还没有抽到聊天戒指啊！我突然想到，我还没有聊天戒指哎，美好的那天，太严重，可恶。僵尸姑姑复仇也，这是武器啊！好啦，我们把这一组抽完就好。
夜晚的回忆，恐怖的声音，有多恐怖，假恐怖，破布套服也太多了。哎，啊，怎么什么都没有啦？零，想看酷酷的猛兽？你怎么觉得在我这边可以看到酷酷的猛兽？哎，我想再抽一件来染呐、啊，浮肿红晕。哎，我不得不说这一期的其实不难看、欸，这一期的套服其实都不难看、欸，但是我想要那个聊天戒指，我一整组35箱一件装备都没有啊！破布娃娃法式，哎，我不贪心啊，再一个聊天戒指就好了，拜托， 0.1% 没有那么难吧？聊天戒指有动画吗？没有，先这样吧。反正我们至少抽到名牌戒指，噩梦蝴蝶名牌戒指 ANI， 至少抽到了，我觉得心满意足，好吧？我带一组好了，我带一组，我感觉要出了。美好的那天，主播优趣又出了。请问一下我出生在留德，我比较卑微吗？为什么我们留德出的数量可以这么少，就两张？我们也没有抽的比别人少啊，为什么我们都不会出货？我先把这一组抽完吧，这一组抽完没有就算了，先停。答案是抽奖奖品，精华影片等着抽奖奖品，抽一颗 ANT 留德自取。我帮你出剪刀，留得你自领，不帮转服，因为我现在没办法帮忙转服。爽啊！又一颗，但是轻轻又松松了，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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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嘎，我的聊天戒指嘞啦，我聊天戒指嘞，干，我想要聊天戒指啊！面具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没抽到扇子啊？特效很丑，但是拿起来还蛮好看的。但问题是我们好像完全没抽到过扇子的几率多少？ 0.5%。 僵尸的洞洞，聊天戒指，扇子，聊天戒指，扇子，聊天戒指，扇子，继续。好啦，先这样子。好啦，其实我刚刚抽到了啦。好啦好啦，我不瞒你们说，我刚刚其实已经抽到了。这是我抽到的画面，这是我们刚中的，刚好我们刚中的啦。